柴猫，我想买个蛋糕。买蛋糕可是要付钱的哦。我有钱。妈妈生病了，她今天过生日，还不够。好吧，我就给你做个平安蛋糕吧。食神归位，清洗苹果，挖空果核，在中间放白砂糖和黄油，放入烤箱。平安蛋糕，快去给妈妈吧。妈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啊，宝贝，太好吃了。妈妈，你的病。小妹妹，这是找你的零钱哦。